怎么，有烦心事啊？陪我喝点吧。好。等等，喝之前不是都得说点什么吗？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？想说什么说什么。出狱的那天，你欠我5分钟，记得吗？你今天耽误了我5分钟，之后会找机会让你补给我的。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你要怎么把那5分钟还给我。告诉我，你想到了吗？我想过，让你抱着我5分钟，但是这不再稀奇了。我也想过让你吻我5分钟，但我怕你太害羞。 我知道这杯酒是严冰冰准备的，她是真正的沈清霞。我从小是个孤儿，受沈家的照顾长大。大小姐，她是对我最亲、最好的人。很多时候我都觉得，没有她我根本不可能活下去，因为她才有现在的我。 所以我根本不可能陪其他，但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好的，我觉得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我遇到？叶真。 小婷，小婷。
粥虽然好喝，但是早餐更需要补充蛋白质，这样对大帅的身体更好。我呢也不明白什么是蛋白质，这一切啊，听你的就好。昨晚休息的好吗？要一直能住在这聂府就好了，但这又是一件我羡慕不来的事情。父亲。哎，请下，坐坐坐。哎，对了，你四娘呢？啊，四娘被侯市长接回娘家了，今天晚点就回。哦，好。那这样，你陪着冰冰，你们老同学，我想也还没来得及好好叙叙旧，我还有点事儿要办，冰冰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怎么不说话？这到底是什么？你不是都已经体会过了吗？还问我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能是为什么？为了帮你啊。帮我？帮我什么？小蝶，其实你对聂少帅早就动心了吧？那天我在聂府门口就看出来了，小蝶啊，你是我这么些年见过最聪明的姑娘。家里那些人事的、商业的种种，你都比我擅长。但是啊，你唯一的缺憾就是对于男女之事的陌生。从小就和我黏在一起，也不像我留过洋，至少见过别人直截了当的男欢女爱。所以我就想，以你这个迟钝的性子，这层窗户纸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捅破呢，所以我就出手帮个忙了。而且我要扳倒聂家也是真的，只不过聂真需要你帮我控制住，所有该利用的都可以利用，遂了自己的愿便好。这还是你教给我的。对了，你最好盼着聂真一如既往的聪明。那你为何要骗我？我逗你玩的，可以吗？那一刻，自从小姐回来后，就萦绕在我心里的感受，终于具象成了一个词。这种感受就像纱窗一样，间隔在我和小姐中间的诡异，名为陌生。孤独把落日余晖都斩中，他在春
雪消融，如现如生一场空，空荡荡却不悔的瞳孔，藏匿无穷无尽的孤勇，用半生贪恋着生死与共，孤独把末日与灰烬封锁，他在故事里曾和谁相拥，用